一起来吧。这一招叫山崩地裂。报，将军，大人有请。啊，你们都等着，一会儿接着来。大人，将军，请看，前方不远就是丽日海峡，这里可是海盗聚集地。老夫早已等不及了，这手痒啊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将军且慢，这里的海盗盘踞多年，狡猾凶残，将军需小心呐。大人放心。的士兵怎么样了？老大放心，万无一失，个个捆得结实着呢。那就以我的宝贝当晚餐吧。不、哦、留着他们还有用。
你呀。你是我啊？那我是谁？你是总帅。那你和我？这个问题很复杂。简单点说吧，你经常和我对话，可又不知道我的存在；你经常战胜我，可又不知道对手是谁。懂了吧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总帅，你看，总帅，像是当地的渔民在欢迎我们。哎呀，大人呐、啊，草民给大人请安。免礼，请进。南风吹来了一片吉祥的云帆。今天，哎呀，总算是亲眼看到了朝廷强大的船队。谢谢船老大，途经此地，多有打扰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大人远道而来，多有劳累，草民恳请大人靠岸一叙。怎敢，有劳各位。哎呀，大人您来了，那是我们的福分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船队也正需休整，那就有劳乡亲了。大人请。请，请问有人在吗？请问远方的客人，你们需要点什么呀？啊？我们是大明的船队，途经此地，需要一些粮食和草料。是买呀，还是换呢？换。啊！哎呀！这！哎呀！好东西呀、啊！我们需要的量很大，还要劳您多费心呢。哎呦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能为朝廷效力是我的福分呢、啊。我这就去给你们备货，今晚送抵码头。哎呦，你慢点，慢点儿。有劳了。没事，没事。坐好。传令素将军，弓箭手炮手不得擅离岗位，救援小队待命。总帅的意思我是明白的，可是为了这么几个士兵，咱们这么做值吗？这不是值不值的问题，只怕我们会有更大的损失啊。损失再大也得救人。这群海盗长期横行海上，祸害一方，这个毒瘤必须要铲除，刻不容缓。我比你们谁都着急。是总帅，马欢先告辞了。动手吧，动手吧，现在快动手吧，把他们全都抓起来，抓起来。这里山势险恶，地形复杂，需小心才是。嘘，
老夫是来给大人送茶的。阿婆辛苦了，请。多谢阿婆。大人请。老大，你英明啊，真是英明啊。英明，老大，您的布置那是天衣无缝啊，他们掉进老大的套里却浑然不知。老大，您说英明不英明啊？我看浑然不知的只有你一个人，那大明的总帅郑和绝非常人。记住，一定要按照计划小心的行事。走。弟兄们，今天要给我好好的款待客人，莫失天赐的良机啊！啊！我要喝水。尊敬的加利国王子，你想明白了没有？水，给我水。水我这儿有的是，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。别说是水，你还可以继续做你的加利国王子。我是不会答应的。那就要看你的父王是要你，还是要这条海上的通道。你想要留住你的头，那就要看他的选择了。生死门的钥匙就在他的手上。请用。王子小心，有人来了。吃吧，你的命还是很重要的。人一杯，请。
后面押送货物。押货，押货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您再喝一杯吗？不不，谢谢谢谢。大人，小女子来给大人敬酒。嗯，好，好。将军真是好酒量，小女子再给您敬一杯。啊，满上，满上。大人太能喝了。老大，正和的人怎么处理啊？让我想想。你带人去海滩，从那些醉汉中挑些年轻力壮的留下来当苦力，剩下的统统喂鱼。那山洞里的呢？留几天。是。老大，我们是自己人呢。是啊，我们当然是自己人。哎，怎么是你们？老大，我们中计了。陈老大，你这是上错船了吧？郑大人果然名不虚传，事到如今只有拼个鱼死网破了。
弟兄们，上！陈祖义，投降吧！投降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王子是我的福分，王子快跑吧，要是被郑和抓住了，
那可就完了。可是我听说郑和的船队是仁义之师啊。哎呦，我的王子呀，那些传言可是千万听不得呀。自古大军过境是寸草不生，玉石俱焚呐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有办法，跟我来。我不是故意的啊！你别过来啊！刚才啊，有这么大一条蛇来追我，被我轻松搞定了。你吹牛，根本没你说的那么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哇！鲨鱼没抓到吧？鲨鱼度假去了，只有这个吃，又没请你。那我就给你个面子，尝尝吧。不，要吃可以，交换。好，我用一个海蛎子换你三条鱼。不可能，一条鱼换你五个海蛎子。你简直就像个强盗，你简直就像个男人婆。去你的！说我们现在在郑和的船上，你信吗？不可能吧，但好像又是真的。我们是不是在做梦啊？哎呀呀啊！我们真的不是在做梦啊。是不是梦？你掐你自己啊。他们好像听不见我们在说话呀，他们在干嘛？你白痴啊，他们是在用歼星板测定北斗星的高度，以此来判断船舶的位置、方向以及确定航线。那就是古代版的 GPS。 你怎么会知道的？瞎编的吧。上课还是少玩游戏机。我玩过吗？我玩的是手机。切，懒得和你废话。
河，好帅啊！哎，你快看，嗯，是他用过的。走吧，小东西，回去吧。凭栏处有剪纸挂云帆，看到的并不都遥远。岁月漫长，人生短，青春与血汗铸成漂泊的家园。像海，像母亲，连接起八方的血脉，在苍茫岁月中澎湃。像海，让凯歌交织成祥和的天籁，随着海风而来，传遍天涯内外。夜深人静，仰望着满天繁星，星海如镜，看遍风景，承载着千古文明，继续前行。像母亲，连接起八方的血脉，在苍茫岁月中澎湃。像海，让凯歌交织成祥和的天籁，随着海风而来，传遍天涯内外。数过往今来，无论何方，年代，我们都一样与这大海同在。相爱陛下，有陛下，陛下绝对不能让他们靠岸的，这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呀，王子就险些死在他的手里。如果一旦让他们上了岸，这里必将血流成河呀，陛下。对呀，父王，千万别让他们进港，还是让他们回去吧。陛下，王子善良的心必惹来杀身之祸呀，以小的之见，不如干脆把他们赶进暗江镇，灭了郑和，以保我家里平安呢。不，先祖给我手中的权杖绝非乱杀无辜。传令让他们暂缓进港。嘉利国暂不让靠港，并要求所有船只后退两海里。什么？反了他！这区区的弹丸之地也敢跟我大明叫板？传令，老夫就要进港，不得无礼。让船队后退。
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，万万岁。爱卿，快快请起。谢陛下。爱卿辛苦了。你这一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新奇的事物？有没有给朕带来什么新鲜的东西啊？这。神奇呀、啊！下元吉何在？臣在。你看这兽得有个中国名字吧？传说麒麟一株，吉祥四方。我看这兽就是麒麟。你再写一篇麒麟颂，赞颂这太平盛世。你看，你看，就是他来了。我听说呀，这就是个杀人如麻的海豹头子，很多商船渔船都被他们抢劫了。我跟你说，他简直吃了修仙豹子胆了，竟然敢抢劫三宝总帅的船队，昏了头了。是啊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海盗陈祖义长期霸占海上要道，十多年来劫掠过往船只达数万艘，攻打50多座沿海镇城，滥杀无辜百姓，罪孽深重。为维护海上太平畅通，告慰无辜亡灵，对海盗陈祖义万斩。放开！行！不要！郑和，你等着！祖国安民，外联谊四方，朕特遣郑和出航，旨在为沟通西洋，交好诸邦。鉴于嘉利国发展繁盛，国泰民安，朕有意与该国结千年之好，今应嘉利国王之请，着郑和率船队护送浴血公主和嘉利国王子共赴该国完婚。船队3天后启程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船上的水还能坚持几天？回大人，只有3天。什么？3天？不出3天，即将断水。千浪，船上又开始严重缺水了，怎么办啊？
那还不容易啊，弄个火箭往天上冲，照着云层打。神经病，我实在是渴得不行了。公主殿下，如果您再不吃东西，坚持不到加利国。坚持不到也许更好。海上航行凶险莫测，到下一个港口还需要十天，我们现在只剩下三天的淡水，粮食也维系不了几天了，切莫拿自己的身体赌气呀，公主要保重。公主，王子就在宝船上，记住，你是大明的公主。公主，这是大人省下来给你的，大人每顿只吃一点点，全都省给别人了。现在起，船上所有粮食和水按现有人头平均分配，除伤病者外，任何人不得以官衔高低多占一粒米一滴水，违者严惩。大人，大人，前方发现岛屿。真是天不负我呀！不对呀、啊，这里怎么会出现陆地？传令，船队减速。是。水船，是。
前方！注意前方！又做梦了吧？郑和将军，你听见我说话了，对不对？传令下去，传金水船，船队迎接风浪。世界的安全，大人，我得把你也带回船舱，快回去！公主，你想干嘛？外面不是小台风吗？公主坠海了，给我回来！你是帮不了他的，放开！你还像个男人吗？啊！在上，大海为证，将士们鞠躬尽瘁，以身证明，忠肝义胆，日月可见。
愿他们在黄泉路上一路走好，不再漂泊，远离苦难。感谢天妃娘娘保佑。天妃娘娘保佑大明船队，郑和终生感恩，莫齿不忘，定当为完成朝廷重托，交好友邦，不辱使命。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里哎，对对对，我刚刚也做了个可怕的梦。啊！如果不是梦的话，那我们就真的进入了另一个时间隧道啊！是他？哎，是他带着我们穿越了600年的时空。可是我们又是怎么过去的呢？怎么过去的？难道是他？陛下，您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往高处挂一点，高点，高点。啊。船队快到了，快了，到了就让王子来见我。我真想他呀。国王一定是想见儿媳了吧？是啊，大明公主能嫁到我嘉立国，那可是我嘉立国的福气啊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固然好，但这次和亲。真不知是祸是福啊。嗯，永乐帝又是何等强大，为什么要远嫁嘉立小国呢？船队这就快到了，小的到港口看看去。真漂亮啊，如果我女儿还活着，也有她这么大了。听说贵国公主幼年就失踪了。是啊，海盗猖獗，年年战乱，小女不慎离散，音信全无。公主有没有明显的特征啊？哦，她手上有个朱砂印记，跟王子的一样。两个拼在一起，那就是我嘉立国的山门呢。唉，可惜少了一半了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陛下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对对，
不提的了，应该高兴啊。总帅，公主，怎么还没有休息啊？总帅，明天一早你们就要离开了。玉雪怕承受不了离别的伤心。所以提前来与总帅道别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公主，你自己要小心啊。没事，谢谢总帅。愿他能保佑公主。此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。总帅，珍重。公主，珍重。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。胜败在此一举，真是剧毒出自美丽呀、啊！你准备带弟兄们进城？父王，请。起来吧。
你走吧。不，他们要找的人是我，我去跟他们解释清楚。你还能说得清吗？你也不相信我。我王子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郑大人他们还没走远，你去请他们来救援，我去拖住他们。你出去就没命了，还是你快去找郑大人吧。这是一条暗道，直接通向港口，快走啊。不，你去。公主，不要走。好好好，我走。王子，你一定要自己小心。啊！御雪公主在哪儿？她走了。你说什么？妹妹。陛下，押到船上去。是。陛下，启禀陛下，海上发现郑和船队。离这里还有多少路程啊？大概只有一炷香的功夫了。来的正是时候。来人，在向暗礁镇出发。孩儿，郑和真的回来了，你报仇的机会到了，我们该动手了。说，我是谁？什么？你是谁？大敌当前，你疯了吗？我到底是谁？你是陈祖义的女儿，你的仇人就要到了。别跟我装傻，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，快告诉我谁是我的父亲。你是怎么了？这不关我的事，是陈祖义让我把你从这里偷走的。那毒死的国王，那你的父亲。你回不了头了，你绑架哥哥，害死父亲，你好好看看你自己吧。你和我一样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海盗。你真是我的妹妹，亲妹妹。我和父王天天在想，年年都在找你，想不到你竟然去做了海盗。你是我皇家的公主，干的却是海盗的勾当，你为什么人不做，要去做魔鬼？这可是你说的。妹妹，我不是你妹妹。妹妹，妹妹。是公主，你带神箭手从后面包抄过去，我来吸引她。记住，保证公主的安全。是，遵命。走，走。
我才是海上真正的老大。郑和，你给我记着，这是我特地为你选的葬身之地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郑大人，快离开，这是一个陷阱。也是唯一的希望，你只要把那根权杖拔出，灾难就会过去。我给你一条路，但要先过我这关。郑大人，你输了。成全了我灵魂。
手上有个朱砂印记，跟王子的一样。妹妹，妈，你和我一样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海盗。我爱这世界，却淹没我肢体，是什么？